好的，听我的，都上这个车。好，走，快走，上车。哎呀，我们往后坐，往后坐，运晴晴。往后坐，小朋友往后。我们俩坐呗。这样一下，别跟我搞绯闻。放心，我们俩真没关系，我们俩坐在一块儿。哎，我儿子呢？你儿子？不是，不是，哪有你儿子？谁你儿子？哎，弟弟，哎，哎，不对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上了一个不对的车哟。你这差点不给戴头套，你知道吗？戴眼罩。这是什么车？能听到吗？你为什么不跟我坐一起？这不赵西什么？赵医生在这儿呢。赵医生在你就不坐了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什么意思？坐你旁边，我坐他大腿上。啊？我们看不见外面。不想跟我一起坐就直接说。咱们还有午餐。为什么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动动作就分手？你这样会很伤我的心。我就是这样，如果不爱的话，就要分手啊。我爱啊，但是。 我没有说不爱你就不要跟我分手。那你为什么爱我？谈恋爱难道是这样谈的吗？当然。看来这个出的你们两个曲项上都死了，能不能？不好意思，没有在吵架。他老要跟我分手，哪有这样人？要分就分。坐车都不跟我坐在一起。我说错什么了？哦，我们俩问题还没有说清楚，不要跟我那儿聊天。杨子。你差不多，今天跟人分手多少回了？我太累，还不得了一个先分一边。哎，我们又到了一个什么地下车库了吗？就从刚才那车库出来绕两圈，我也觉得是。还那车库，完了就感觉咱好像又换一个场景。寝室都在那楼上。一共今天就租这么一个地儿。